来西亚班班英达大爱幼儿园的孩子与家长在慈济太子园共修处参与浴佛，同时庆祝母亲节。孩子为家长浴足，家长也为自己的父母尽孝心。很感恩慈济有这样的环节，让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去好好的感恩爸爸妈妈，也让我的下一代看到，其实是应该要这样子做的。在吉隆坡静思堂，甲洞大爱幼儿园的家长和孩子同样不缺席，狱卒让家长感念亲恩，及时行孝。就是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就知道以前他们是多么的辛苦，是那种煎熬啊，那些东西只有父母知道吧。所以现在也是有更加体会到。而在麻坡的狱卒典礼上，也有孝亲活动，许多民众带着父母前来，勇敢对他们说出爱。我感恩我的父母。养育我，今天母亲节，想要跟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志工王秀香往年都是承担献供岗位，今年因为先生罹癌，随只陪先生及家人前来浴佛，并借此机会对年迈的母亲道感恩。平时我也没有什么好尽到孝道啊，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嘛，所以就趁这个机会了，帮他浴足。我希望。我也跟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日子。爱要勇于表达，让父母欢喜安心。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